大家你啲富二代都为咗你只歌好唔抵喎。我有留意啊，系咪讲紧上榜嘅事啊？哦，系啊，系我有留意啊。咁啊，当然冇上到榜，我自己都一定会有一定嘅失望噶啦。系咁，但系自己其实都唔清楚去嘅上榜嗰、那个嗰、那个规则啦，又或者佢哋内部系点样去计分啦。咁所以呢样嘢我都系做好自己音乐，咁我交翻其他事，我可能交翻俾公司处理啦。你依家个心态有啲改变啊？你咁讲嘅话。其实我想心态一直都是保持住很平常心的，即是我也不会尽量 去要求自己或者去逼自己、啊、应该要怎样做应该怎样做。相反是、啊、我觉得现在我做好我的音乐、我要对得住自己，其实我已经觉得很足够了。你有没有了解 fans 的心态是怎样的？有没有了解 fans 的心态？我都会问、啊、有时可能我都会、在group 度同佢哋溝通一下啊，睇下佢哋點解係咯，即係可能點解咁嬲啊，點解咁不忿啊？咁但係我都話我喺呢個位其實都做唔到太多嘢嘅，係啊，咁所以多謝佢哋會為我擔心啦，多謝佢哋會為我注意呢樣嘢啦。